圆满的结果，那我想对我小孩子说，妈妈可以回家了。昨天达成这样的协议是百感交集的，那大家那个雀跃的心情啊，还有就是说我们讲到甚至快要流出眼泪，就是两年来的付出总算是值得的。对，当然是大家会员就是很高兴，然后对就抱在一起，而且老实说我们还是不太敢相信说我们真的争取到了。